我听粉丝说，爱吃土豆的人都很老实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韩式辣薯条，没有男朋友的也比较不容易动手哦。薯条滚水下锅，捞出后记得过一遍凉水，口感会更好哦。配方我都打在屏幕上了，韩式辣酱是灵魂，别说拌鞋垫了，拌鞋底都好吃。淋在过凉水的薯条上，抓拌均匀。麻辣脆爽的薯条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